张馨啊，被誉为亚洲偶像，是万千少女心中的不二男神。最近渐渐褪去光环的张根硕重回大众视野，不过不看不知道，一看吓一跳，不少网友惊呼完全认不出了。看照片中的张根硕，不得不说和当年意气风发的他判若两人，那个阳光帅气的少年不见了，转身变为沧桑大叔，真的让人不敢相信啊。他的身材还十分臃肿，真的胖了不止一圈，真是一胖毁所有啊。不少铁杆粉解释道，这不是胖，这叫圆润，婴儿肥。小编只想说，好吧，你帅你漂亮，你说的都对，虽然胖了，脸没以前帅了，但是从他的眼神可以看出，他释怀了，看透了，随性了，放下了包袱，活得更自在了。现在已年近30岁的他，的确变得成熟稳重了不少，希望他以后越来越优秀。最后小编贴心的放上张根硕几张以前的图，给大家养养眼。要小编说，张根硕虽然胖了，但是